方我受伤了。我也没想过我真的能够唱到这里，我只是觉得偶像就不能软。刘德华滑出舞台惊险画面铺，巡演首站感动哭。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等了好久终于把我实现，千万个人我自己会还有你在身旁，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终于等到刘德华巡演。五年前因疫情取消后，2024全新系列巡演首站昨在上海展开。站在至少两层楼高的舞台上演唱经典回忆杀练习，一个滑步差点让粉丝心脏停止。觉得偶像就不能软。哇！再看到台下这么多年轻粉丝，感动哭了。年轻的朋友，就是00后、10后，或者20后，如果你们喜欢我，喜欢我的唱什么，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一辈子。这首歌从14岁开始。参加了挑战，明星也有训练，弯短短一年太相似。唱支歌，齐齐来一遍，同时无法都记住掌声等连接。等我等我63，等前次30年先试。梦情虽不再不再经历，仍存。